我今天发现了一件非常令人兴奋的事情。什么事情呢？这颗 Canon 的这颗原厂镜头要3万多块钱。我儿子在睡觉，所以小声一点。然后这颗镜头呢，原厂大概3000多块钱。好，这个是 Canon 600D 的标准镜头，然后这是Canon 的5D2 的标准镜头。好，这个镜头很贵，可是我发现呢，录影的效果，现在你看到的正在录影的这颗镜头，目前大概3000块左右，可是录出来的效果比这一颗3万多块的还要棒，这就是我今天的大发现。那至于是哪一颗镜头呢？我等一下把照片放在旁边，你们就知道了。跟你们分享一下，我真是太开心了，因为我试了好多颗镜头，都没有我满意的效果。因为什么叫做满意的效果呢？就是我会去看一些国外的影片，然后国外的影片拍出来，哇，都好漂亮哦！我以为他们都用很贵很贵的摄影机，那结果我发现其实是镜头的问题。这个镜头拍出来真的好棒，我好喜欢。